这个感情里面既有现实又有浪漫。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我的心里其实一直还是有你的，而且我高中那个同桌，我跟他也根本就不是男女朋友，以后也不可能，就我希望我们就还能继续走下去。其实我一直什么都不图，就图你对我好，你看你现在这个态度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祝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